哎，喂，不要吃，喂，你再马上咬我，我跟你讲，不管，嗯，脚粘住了，嗯，它真的会被咬。你为什么怕它被咬？就让它被咬一次，它就知道了。这是建立秩序，不要怕，就是建立秩序。让它悄悄规矩放下来，多几次就对了。顺便学共识，不用怕，不用怕，不要害怕，你不用怕，黄黄不可以哦，黄黄。老公不要怕，嗯，不行哦，哎，不行哦，不行哦，你凶什么？你凶什么？